来自苗栗滩国小的小朋友们，填来歌声优美动听。有车商赞助偏乡学童的毕测圆梦计划，和热血摄影师一同巡回偏远地区一拍，替部落的孩子们留下珍贵的毕业纪念。行动告诉给你身旁的一个好朋友。有了更多资源投入，偏乡小朋友终于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的毕业纪念册。随着耶诞佳节即将到来，车商与部落孩童们齐聚一堂，用温暖歌声共同点亮年度品牌圣诞树，而旗下新车也化身巨型圣诞礼物，陪大家欢庆耶诞迎新年。爱尔达电视综合报道。